好，各位同学午安。精神还好哈，迄中午哦，吃饱饭不久哦，另外在拢是要度孤了。但是呢，我不能让你们度孤啊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大家不容易来聚集一堂哈，这位啊，听一寡课，每一个讲师所讲的不太一样，啊。我讲这个题目哈，把它讲出拍供，因为我是亲身的经历哈，你知哈，把讲法列的，但咱殊途同归啊。讲了心哦，我们要把法理插进来。那今天大家为什么来上课？想着爱讲法理嘛，啊，所以我这讲就讲跟法理都有关系嘛，哦。那我定的这个题目，白色之恋。一般人讲提款呢，这个白色之恋哦，他想了半天呢，哦，为什么会有白色之恋呢？没有蓝色之恋呢，也没有绿色的哈，也没有红色的，哎，怎么有白色的哈？阿丽的这样，这个有个历史的来源呢，因为白色哦，我看无啊，但那手段哦，真厉害啊，迄个是代表哪呢？代表了白道啊，政府军呐、啊，贱户啊，你知道吼？啊，你啊乌道的吼，啊是黑啊，黑道啊，哦，那不是用白的了，应用乌的啊，黑白对称嘛。乌道的吼，打打杀杀都是个人呐、啊，哦，你对我起膜拜，我对你起膜拜，打打杀杀都是个人的行为而已哈。唯有这个白色的，我你看无呀、啊。哦，那是非常残忍而且残酷啊！别说你看不，普通人看白色是比较淳朴啊，比较纯真啊，对不对吼？那真的遐厉害，好、哦，这有一个历史渊源哈。我过去是第一个皇帝撒谎的时候都有，迄个啥呢？迄个恐怖，但恐怖用白色的来台湾，大部分即马拢差来讲法国就对了。法国哈，法国的大革命哦，你以前苏联遐啦，你帮苏联啦、匈牙利啦、捷克斯拉夫啦吼，人家弄为了白色，包括中国啦，这种有白色的。那么苏联这阵是撒谎有无？吼，尼古拉二世，因就是政府军都用白色的，但迄阵啊呢，红军起来，的共产党。伊伫迄个时阵吼，诶，共产党什么所在较容易发展呢？就是迄个所在足穷困。迄穷困的中国就是呢，迄农村占70%-70%无，共产党就伫因内底吼壮大。诶，增加所在啊，那农民讲讲，哈，恁今仔日吼足辛苦，种啥吼？你若支持阮共产党吼，明天会更好。哦，啊，大家咧足艰苦，听着讲明天会更好哦。伊毋知是画一箍去互因看，你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大家支持啊，支持共产党啊，包括苏联遐头那些，把迄个沙皇尼克拉斯甲恩德廖辛吼，来个出事，你知道吗？迄共产党诶，在共产党第一个时阵吼，伊个壮大，这个一个时代背景啊。伊在马克思、恩格斯吼，因遐提倡起来是讲。你这个资本社会吼，你资本家你有钱啊，啊拢剥削工人，你知道？他们理论是这样子。台湾我共产主义心哦，有本大家，啊，大家拢有本好食，哇、哦，这最好啊，这整个大同世界啊，大家拢袂枵着啊，对不对？但他不想到吼，迄人咧毋是干食饭尔咧，哎，你若讲食饱了，要阁创啥？嗯啊，大家认真，低工甲食饱，要从哪呢？人不是为吃饭而已呀、啊。但是第一个，迄、那个穷困的所在哦，食饭的第一个要优先啊啦。所以用这个诱惑他们呐、啊。哦呀，大拢有饭通食啊。哦，啊，就太平盛世啊。啊，所以呢，理论就是讲反对迄个资本主义的。迄资本主义哦，你有钱人啊，请工人来做，我剥削你。但伊毋知影呐呢，迄资本主义内底伊算是叫做工会啦。迄工会时阵哦，嗯啊，工会那是资本家请工人做伙啊，有啥物对抗咱？迄伊毋知影你个人。
这个政府内底时吼，可以用一个平衡。你出钱，你资本家，但是我工人出力。所以你出钱甲出力的时吼，我要获得相当的代价。所以你工会起来时，但是共产党来主义内底吼，伊想无，他为什么想不到？你知影无？有伫个理论内底啊，大陆安尼啊。嘿，应该要改变哦！现在都改变了，苏联改变，中国人伫咧改变，有无？你著知影历史渊源啦。迄阵啊，苏联吼要被解体以前啊，是赫鲁雪夫了。伊在联合国参加会议时哦，一批有无？伊将批起起刀啊，伫咧哭哭哭有无？就迄当就对啦。迄当的时哦，用机关呢，啊变变的时哦，我苏联就很强大。美国听讲的时哦，做互助啊。诶，是安那付出啊？是拢是金山呢啊？吼、哦，他一直要一个疑问吼、哦，要来解答。两大天啊，过时阵吼，伊搞啥呢？搞迄个美国政府讲哦，讲来，我要参观恁工人的生活，工人的生活啦。美国政府可以啊，有在你店啊，看要对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苏联讲啊，无你安排啊。这安排的时候，美国讲还是要安排对的，因为咱这工人哦，大家拢相像啊，还是要安排对啊，我来安排。即摆好多学务看看的吼，伊讲嘿，恁这样板的啦，讲样板吼，迄共产党的样板就专门用看迄个服装啦。哪有人迄个工人吼，开车迄个上班的啦，啊个囡仔读大学哦。开车去读大学，迄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因为伫阮苏联，会当开两台车以上的部长以上啊，部长以上啊，那可是个工人嘞！伊就讲你这个样板的，哦，啊，即嘛讲啊，讲安尼无呢？你叫恁的苏联驻美国的大使吼，去给你安排。我即嘛好了，小就叫迄落伊个大使安排呢。因咧大细想想下讲，伊就知影，迄美国工人哦，拢受伤安尼呢，啊，无当安排，安排即摆好哩个，伊看下先咯。嘿，工人这边吼，迄厝内拢电器化个啦。因为伫美国吼，你咧上班工人物件，你若一张迄个 credit 卡，你个信用吼，伫美国你千万知哦，你在美国吼，你的信用决定不能够。迄个破坏，信用第一啦。所以你工人一张 credit 卡的时喏，要电气化，要冲啥货吼，拢会一分期付款啊，对不对？后头工会人去做都没有问题啊。所以当看法讲，好电气化设备较好，嘿，我的部长也差不多呢，啊，搁带人开车，不可思议。所以才想讲哦，原来。阮是共产主义，马克思、恩格斯互阮呢，就讲伊这是咧剥削的，一看个都毋是剥削的，是你出钱，我出力安尼尔呢，但生活过了真富足啊，真好啊，所以等于呢，开始呢叫做修正，啊修正迄阵也是咱的看个媒体有伊讲啊，叫做缩修啊，苏联修正主义来缩修啊，啊这毛泽东的心吼，伊是因老大哥是苏联的。嗯，哎，老大哥，开去美国一大顿啊，咧修啊，嗯，安尼开会使啊。毛泽东拢含伊啊批判，你知影无？讲你安尼想，我是要安怎，对不对吼？我咧共产主义是要咱失联啦。啊，苏联哦，不管啦，伊知影讲吼，美国个强就是安尼吼，要开始修了。修啥呢？就每一个人哦，会当拥有家己哦，小小的哦，私人企业啦。还是讲吼，你种菜啦、饲鸡啦吼，拥有你私人的财产呐，你会当台地的家财了，台地的家财啊，对不对？以前公拢袂使安心啊，拥有慢慢大咯，就发展啊。啊，即卖迄个阿毛的吼，毛泽东也是中央苏联去批评就对了。迄边呢，苏联讲好，你让我去批评好，我1500个顾问呐、顾问团吼，全部撤掉。我迄个时阵呐，中国的时吼，迄个黑暗期啊，我全部撤掉。啊，曾经几何呢？我邓小平的时吼，哎，开放啊，因为知安尼继续落去时吼，
老百姓都不是讲有分老下老啊，你啦，对不对？伊看苏联修正了先，哎，搁滴就袂歹呢。吼、哦，因为安那呢，因头叫做计划经济啦。迄最近和西方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自由经济无共啊。啊，所以为什么美国和中国咧拍迄个贸易战吼、哦？这绝对有原因的，这个免阿讲了，话足长啦吼。但是简单讲就是吼，共产主义的计划，因也未修一修整一整咯，叫做计划经济。迄、那个我你这个生产两百啦，你这边甲生产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西瓜，哦，啊，迄边个生产油啊，啥物花地该分配哦，安尼计划就对啦。我系啊，迄天公就毋是照你讲安尼个点点，你甲分配些。我种起来是都无理想啊！啊，所以因种起来是透过吼，因的内底是运作吼交换嘛。你记得说圣诞节过来遐，才圣诞过，有时呢调度不灵啊。啊，生产也无照伊预定安尼啊，哇嗨啊，就经济大恐慌啊！你知影迄叫计划？啊，你吼老百姓自然家己落心哦，所以伊会知影，迄老百姓吼目睭足金呢。你话从即马台湾的时吼，也犯了这个毛病啊！迄蒜头咧起价吼，吼，啊，就台边要种蒜头了。这蒜头种啊，我还要算个落价啦。啊，即马话讲，吼，种迄个油啊，会趁钱吼，后头咧种油啊，改变的咧吼。啊，把这些生意人自己调配。政府的角色吼，会当讲，甲你补贴收购，卖给农民的时阵吼。但是你不能计划说规定讲你种啥货，伊种啥货啊？所以就是安尼时阵拢失调去。都变成啥呢？迄有一档吼，你要加汽油吼，吼百几公里，你知影无？你买一个面包吼，啊百几公里长的啦，伊失调去啊，你知吼？啊，所以呢，自由经济内底吼，一直甲铁人发展家呢，啊，因为计划经济一直失败就先呢。所以到尾啊时吼，中国也知影讲，继续安尼落吼，人大家拢咧进步，老大哥咧修正啊，啊咱阁无修正，所以呢，中国才开始修正。较早中国的时，你知影无？恁这少年人拢唔知影，干两种衫裤，一种蓝布衣啊，一种灰布衣啊，蓝色的，天然蓝色的，比这个还少蓝一点哦。啊，一种灰色的，无迄个什么钱啊，五灰十的拢无的啦。啊，为什么？迄叫蓝色蚂蚁、灰色蚂蚁，全中毒安尼啦。但我伫开放的时间讲啊，你袂使学跳舞啊，包括外交官哦派出去都不能学跳舞。你袂对西方要哪对会着？伊都不时咧开 party 啊，对不对？伊就是讲，迄袂使，这叫资本主义哦。腐化的生活啦，哇！什么跟查甫查某搂搂抱抱，什么饮酒啦，创啥？迄叫腐化的生活。那会知你到尾的时吼，派出去留学的啦，伊怎个倒转来讲？唔是喏，这外交热线呢，啊，大家拢一定爱学跳舞，参加舞会呢，参与啥物的时吼，对不对？到尾想，嘿，啊，这人讲食饱尔，那是爱娱乐呢，慢慢来改变迄落呢。较早你啊跳 disco 吼，讲这拢是迄个资本家的迄落。即卖你来北京看哦，有钱哦，24小时的跳 disco， 哦，啊，这那第一节的疫情的时哦，是不可思议啊。共产主义哪有可能这个西方哦，这个腐化的这种生活迄落，来叫做时代的进步。我回头咧讲，苏联当初撒谎的时阵哦，就苏联皇帝了。而且那一对待的时阵吼，就是对遐个，迄共产党开始买落时吼，因来打打杀杀，你若反对我来掠起来，我就来杀啊！哦，啊，所以咧列宁遐个的时吼，因个兄弟啊，就是迄个沙皇哦，迄个台调伊啊组织讲安尼好，要对抗迄、那个。你看你啊用红军啊，因为共产党红色个吼，对不对吼？红啊，政府是白的白军呐、啊。红白对抗的时吼，到尾也是咯，红军拢爬起来，吼，就是把迄个沙皇吼尼古拉二世甲推翻掉的。但推翻掉为什么他不叫做红色的恐怖呢？也没有，
吼，都换胶带换了起来了。恁即卖是呐，讲啥呢？灰白色的是法国，法国那个大革命的时阵吼，你看吼，咱想讲哦，迄、那个工资80几个月，吼、哦，我们在放偌济犯人出来吼，造成法国乱，其实唔是，80几个月迄阵啊关7个人尔，啊，为啥物关遐呢？一个象征呢，迄、那个表示皇帝国王吼专咧管遐政治犯的就对啦。所以我甲讲来的时阵哦，就是我拍破你这个迄个国王哦，这个迄个标志就对啦。所以攻下你啊，其实攻下唔是讲要救人，救人7个人伫内底尔，对不对吼？东破，但法国的时哦，迄阵啊，用破了时，变成啥？有一段时间哦，叫无政府状态。法国哦，一段时间无政府状态哦，那啊，一撮吼，吼。拢就是啊，都无政府啊，都上大。所以迄阵啊，有一个参与这个革命运动的吼，一个真有名的作家叫罗曼·诺兰。罗曼·诺兰到尾和迄个无政府还掠伊呢嘛？掠的时阵吼，就要上断头台。法国真有名的，就断头台，你知无？叫格罗廷。吼，爬去台顶的时阵吼，啊头伸出去吼，啊迄个。Clock 起来吼，身首异处的对啦，唔是即摆枪毙的啊，迄叫做 Grotting 哦，来断头台。啊，所以法国迄个路易十六有无？因也是被去断头台的呢。法国个国王就是吼来断头台。所以罗曼·罗兰的时候伊就那很感慨，我们争取自由民主，今仔变一个这个状态呀，吼变患难呀，伊无政府就变患难呀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所以爬起你断头台的时阵哦，伊一步一步行起来吼，伊讲一句名言呐，伊讲自由自由啦吼，这两字就对了，自由自由哦，多少世人，或者世间的人就对了，哦，为你而死了，哦，大家做者要争取自由啊，自由自由哦，哦，世间人或者人为你而死，所以爬到断头台的时阵哦，啊，哭起来呢。就是留下这个名言，所以第一阵啊，法国的时吼，爸爸为虾米了白色恐怖的时，因为政府军的时吼，都用白旗啊，啊，然后呢，迄个巴黎公社啊，巴黎公社的时阵哦，要对抗政府军呐，嗯，啊，咱也无旗啊，无旗边啊，伫开会时吼，迄个巴黎公社内底有一个俘虏啊，就女性吼，伊拢把穿迄个红裙啊。当场哦，把那红拳哦，总腾起来哦，来，咱的迄个用自己做旗啊，哦，啊，就人去找一个德哥哦，关起了白红军哦，甲用起来哦，就变红军就对了。迄巴黎公社真有名，对抗白军了吼，迄阵啊，啊，所以到尾啊，迄个红军是到尾啊，就是白军吼，而且白军呢，为什么会叫做恐怖？你知？你政府的时哦，有很多的命令出来，政策出来时阵哦，何你看无？其实这是讲合法，你讲合法吗？其实非法。就像国民党过来这的时阵哦，他有很多政策一样啊，啊叫做政策杀人，何你看无？你知无？因为家你指点讲啊，你违法啦，我要反攻大陆，嗯，啊你敢会讲反攻大陆不行？反攻大陆不成，啊！你违反政策，啊！这个杀人更厉害啊！稍等，我等来讲这吼。我怎么讲吼？白色恐怖节，啊！你讲成迄个匈牙利啊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一带啊，因也是迄个白色恐怖的时阵吼，我觉得政府军把迄个战车吼拢开出来，开在伫个大广场哦。哦，迄阵啊，伊来下令来这炮弹出去吼，迄个死鬼片的哦。啊！这个重要关头的时阵哦，一个教授啊，拢爬起一个迄个台顶吼，迄广场遐，找一个台顶爬起顶悬哦，遐喊，遐呼吁就对了吼。伊讲各位遮在场所有咱的同胞吼，今仔日迄战车炮管拢对咱啊。伊即卖讲吼，你这独裁者的时阵哦，你用这武力，吼战车炮管对咱吼，伊讲你知影吗？伫这个群众内底。有恁的士大人，有恁的兄弟姊妹哦，
当你这个炮管的时候，你若听迄独裁者下令炮弹拍出来的时候，唔是讲咱的同胞尔呢？群众内底有可能咧是大人，安尼，好，阿弟啊，迄个教授哦，发到到尾，最后结果怎么样？你知影无？那个战车的炮管哦，全部转方向，全部转方向。迄个就是匈牙利一个首都叫做布达佩斯。恁有机会去匈牙利呀参观看的时阵咯，伊啊现出是五个国王啊，五个吼，其中一个吼，就是当初啊，你读中学历史你有读过吼？就是讲伊外邦啊，什么匈奴、鲜卑、氐、羌、羯啦，有无吼？你读过历史这啊？当初的匈奴吼，迄个匈奴王啊，来侵犯中迄个匈奴，就匈牙利遐的时阵吼，伊啊一个国王就是匈奴的吼，迄种部落啊啦王吼，叫做阿提拉，名底下啦，有趣味吼，就匈奴的对，即马就迄个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一样。所以，我讲的白色恐怖由来又有法国遐啦吼，啊这样反头，咱即马还有其他也有诶，连韩国也有，连捷克斯拉夫这人有吼，啊咱即马讲吼，伊个中国，中国内底时阵，伊含蒋介石的国民党啊共产党，咧拍是共产党起来了，共产党为虾米起来？伊咧装卡，中国做着农村内底吼，拢是嘛那呢？买收迄农村内底安怎法？什么方法呢？类似嘛吼，我穿迄落国民党的军队的衫裤，你知吼？啊，即么入面的时喏，把伊砖头啊，弄到乌七八糟啊！啊，即摆砖头讲，哇、哦，你这死国民党诶吼，对不对？国民党安尼对不对吼？其实迄个共产党穿啥呢？穿国民党的军服就对啦。我以前啊，这一段历史，你若看讲好，我会使咯。啊，即嘛脚太尿心吼，柔软啦，因用个名词叫柔软咯，安尼脚太软了吼。即嘛各个规矩啦吼，有一阵正港的穿共产党的吼，就即嘛爱去中共吼，迄甲乌军遐因的最好来，好大家表情足亲切就对啦。你把这纯正的时阵吼，如果啊你有啥物需要倒下手的无啊，你有啥物迄落无安尼啊？你知无？啊，唔敢去占老百姓的民房啊！你当有迄个公共里面学校啦，对其他安尼吼，来来，阮这部队哦，会当照大安尼，阮是要经过队吼，甲恁照大尔安尼吼。迄装卡的吼，迄台公比讲，哎，卡安尼啊！国民党来时喏，鸡啊、鸡啊、掠啊无半只，吼，佮敢侵占入去迄落民房，硬要抢面困，嘿，啊，共产党来个安尼呢，大家足亲切呢。唔敢跟人交谈呢，好，还佫做礼貌呢，问看有需要什么帮助无呢？两相比较，哎，其实就是，迄落共产党以前国民党的军服的啊，你知吼？所以今仔国民党拍败，唔是无原因的啦，吼！你增加说有散的所在吼，啊，即摆因吼要走的时吼，吼，那个点摕一挂迄落火药装，迄个砖头来底讲的。啊，阮了共产党吼，吼啊，慢慢以后吼，来阮来执政吼，这时代去变作较好啦，吼啊，感谢恁吼，这个期间吼，甲恁直接执着啦，执着呢，够礼貌就对啦，含以前遐国民党吼，迄脚踏乌都从来无共啦，你知吼？啊，其实就是因演两套，吼，本身就是拢共产党。一道穿国民党的军队的服装来去脚踏的，啊，这个是了，即马应该穿正港的，吼，就判若两人。所以中国的时因起来的时阵了，你知影呢？国民党一个百万大军呢，中华民国百万大军哦，一时之间的时阵吼，嘿，蒋介石就走路啊，飞机坐的走来对的，走咱朋友，伊毋是直接为台湾来呢。你培养成功了时阵吼，大概高雄来，高雄成功了，当然台北啦。老蒋是安尼先飞呢，四五个飞机坐咧安尼啊，也无啊人讲啊。
村里的老弟大兄，你也想，迄阵人有咧风声，讲哎，中华民国可能要无去啊呢，吼、哦，共产党要起来。但迄阵啊，食国民党的头路的人，迄是几百万人诶，对不对？因当侬哪有可能呢？因就两讲都无可能，一时之间俩俩起来一样玩起来，包括因来是把国民党哦。第一，因的公务人员全部咔咔，全部不爱留，因为咱呢，中国人口侪嘛，无需要留你这个做证啊，对不？最近因那一轮电视有咧报有无？吼、哦，恁老看电视内底啊，那这套强悍啊，讲老岛无要老人啊，反正这就是因伫中国呢，啊，所以大家爱觉醒就对了。中国实施两套。共产党两套这种讲法啦，伊即卖是把这拢卡卡，哎，讲安南政府变啦，因个人员呢，因最初起来时哦，你知影无？用握手的吼，咧做考试啊，握手的你知吼？为什么握手做考试呢？伊这手呐握落吼，幼咪咪啊，哦，你讲你这拢若要地主个咯，食饱油神仙的啦，啊无地界混住啦，红五类啦。哦，自动变形机，手压落哦，搓白白讲，哎、欸，这好，这咱共挂的，这咱共挂的吼，这会使。当初因是用公务人员考试是用安考的呢，唔是讲吼来迄个笔试啦，可能唔是啦，用握手的呢。国民党来是一段时间哦，革命研究实验所无，吼、哦，伊招个公务人员就是。我国民党的人啊，罗马参事啦、跋筊的啦、做旅长，迄拢马进就对啦。只要你来吼，唔捌字的，师傅车马进来。革命研究实验所吼，是啊，混者发一张位咯。吼，这个资格证明摕到了时喏，你得再选议员、三省、议员、八员，我能选一啦。啊，所以因当初国民党来做些迄个将军呐。诶，那是唔捌字的呢？你有知影无？有一间迄个金门陆军吼，一个司令哦，安排咧看咧比赛篮球啦。你啊在甲迄个讲，怎么搞的？正十个抢迄条球，为什么不多买几个呢？你听得无？十个伫遐抢迄条球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啊你唔知咧比赛当抢迄条球啊？啊！你看唔捌字吼，土包子甲这种情形，下联讲多买几个嘛？为什么让这么多人在那边抢那一个球啦？安尼啦，土包啊，你们土包啊，这么多，嘿，中国人，啊，佮当初因撤退了过来时吼，你有知影吼？迄、那个咱讲隔壁，哎，迄水都开咧吼，还有水啊，伊也袂问咧，总是迄个人我金行哦，伊也袂去水道头啊。水道人，哎、欸，迄水果会憋出来呢？伊也弄一空吼，啊个插入去，用用吼，开了，它也无水啊。吼、哦，可以含迄个头家露露叫呢。你卖我这个假的人有水，你这也无水哦。你看卖土包啊这個，迄水是有水管，水道头安尼出来，你靠伊煮出来啊。以前我憋安尼弄起流水啊。我这熟悉了，这毋是这露露叫规排的，像个厝安尼，像看讲，哎、欸，台湾这个。这个火车开始走啊，迄个厝开始走安尼啊，迄土包啊，你唔知哦。我为什么把这个带进来去呢？带了二包啦。你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二包。但恁即卖时喏，因呢拢改讲啊，迄个过去的啦，我们要向前看啦，吼、哦、向前看，迈个往后看啦，没有错啊。但是历史吼、哦、是存在啊，历史呢不能够被扭曲啊。咱是要下一代人知影讲，咱有这段历史，不是要特别的强调二八的大屠杀，这是灭种，这违反迄个联合国迄个呢？你知影无？二八这家属无向迄个提出呢，这是灭种呢？要但把咱的精英啊，相反的对人吼，因为共产党第一边握手咧咯，过来这边吼，你若手又咪咪爱这样，杀。弄啥呢？律师啦，医生啦，
迄落老师啦，有无吼？加地线文字吼，三。一看你啦，举低头的吼，手粗白白吼，啊，莫插你啊！伊这、你这、你落工人哦，我需要恁这啊。所以二八为什么咱的精英吼，迄落台甲即阵到底死偌济人，咱毋知。因为因的统计，甲中央研究院的统计，甲民间的统计，数字都袂对啊。甲即阵哦，迄落1947甲即阵哦，还有被害的二八的遗族家属哦，有得赔偿金600万哦，要不出人命。啊，佮有的呢，伊的死就处理的心哦，都无够倒转来啊。啊，以往的提出证明讲，啊，你是毋是二八迄落？伊没有办法提出啊。啊，这也有呢。啊！出去一去就不回头呀、啊。迄知影是讲吼，有啊，当时吼，迄兵啊来台湾岛，甲请出去吼，可以证明说咧。啊，我唔知影，甲叫伊出去了吼，无伊就拢无证明。这唔知死偌济啊！所以各位年轻人的心哦，二八为什么吼？这不是个案而已哦，被通案了。对，来台湾了是各所在啦，吼，看咧昨天啊时哦，嘻嘻叫了。吼、哦，无钱就抢啊！啊，创啥物话？比全台湾吼、哦，台拢建立一个非常万分啊！毋是甲美国曝光啥呢？就是讲，嗯，啊，只台湾人吼、哦，不落广告啦。你若台湾人受够温顺的啦，毋知变咧反恐，你知连反恐都袂晓啦。啊，台湾人乖乖，互你来啊，我好，吼、哦，又在你管创啥？就是因为呢，我民怨吼总结起来，各所在哦，你若单纯讲伫台北尔吼，即、這个火灭为北部伫烧烧，中部烧迄个南部，迄种个火烧高了，你知影无？肯定是烧去。所以你若检讨起来的时候，原来各地方拢是安尼。有一个真好的心吼，一个例啦吼，迄、那个我伫绿岛拢总十五当等于了后吼。阮一个阿哥，伊甲讲吼，讲在湾啊，在湾啊，迄、那个有一样代志吼，我讲因为在湾插政治入去啊。伊讲你会知伫迄个二八迄个期间的时吼，恁三阿哥啊，我甲讲迄个是第三个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加阮差不多迄个四五月呢，吼、哦，伊讲吼，阿嬷吼才真正厉害，安怎厉害？伊讲。讲阮恁三阿哥，迄、那个时间若要出门吼，拢叫阮抹迄个黄连。黄连你可能知影，黄连啦。迄黄连吼，水用落啊抹起来，黄酸黄酸就对啦。黄连是食一个，迄个解毒嘛吼。但你抹的时喏，黄酸啊。伊讲哦，恁三阿哥吼，就是阿嬷吼，见阿公买物件也好，翻去厝去吼。恁祖先啊人哦，拢甲抹黄酸黄酸，抹抹了黄连。我阿哥头毋知影讲阿嬷意思是啥话哩啊，也袂甲因讲啊。你不管如何，你若要踏出门出去街仔路买物件出来，一定要抹黄连。哦，阮三哥拢抹黄连的。结果吼、哦，迄中国兵啊看到吼，吼、哦，闪人就飞咧。伊看到呢吼，面黄色色吼，要成个泰国兵的啦。你知影吼、哦？迄黄连抹落去时喏，黄色色安尼，太过平安尼，迄中国兵仔拢惊啦。啊话呢，无像我阿妈迄种智慧诶吼，迄小姐做着，装水水安尼好。你装水水拢伫爱臭布啊卡，吼上介好。因了过来时喏，要啥啥，你知影无？二八迄个时阵吼，真正咱偌侪俘虏啊，毋知安尼吼，相变。拢有诶，出征，拢足侪去用糟蹋哩。所以因为咧民怨咧激起来了时阵咧，吼，但是拢唔敢讲啊，对不？当有一天，就是2月27号晚上，唔是28当天咯、喔。27号晚上诶时阵吼、喔，有一个迄落林干妈啊，姓林老夫人吼、喔，咧卖粉，较早卖粉你唔知影吼、喔，一个粉粿啊，尔尔。吼、哦，毋是即马讲西门楼咧卖创啥，毋是啊？伊一个分家啊，啊咧卖时哦，突然间啊，就技师诶吼，
因中国就对了，姓赵的啊，无代无事，伫遐，我们不在现场啊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内底，总也成客拍死啦。你知吼？一般是讲奇怪，这老阿婆啊，手无寸铁啊。你若什么讲需要也成客啊，断死啊？那是27号晚上，吼、哦。结果是喏，到暗时啊，为啥讲啊是安那？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阿婆未婚的吼，平时咧未婚的人就阿该用拍死啊。吼、哦，个第二团团团哟，隔天真紧就变28号啊。遐人唔知有对出来哦，就是只延平南路遐，嚯，大拢撞出来了呀！拢去现场遐看，这个阿婆啊，好咧，未婚未遐久啊，啊，先来用拍死吼，遐大哦，一句来一句去安尼吼，讲到到尾也是吼，迄阵也无行动电话，未当拍电话啊，讲哇，这出代志啊，佫无安尼呢，很奇怪啊，为卡来遮徛咧吼。落去宣传啊！啊，你讲伫迄落安尼吼，吼，总足紧的吼，为北部啊，伫南部、中部咯，啊，伫落到阮高雄哦，落到阮高雄3月7号就传去到阮高雄啊。阮高雄的时阵，你着知呢？迄爱河边啊，拢血流成河，就是伫遐呢。就即马旧的市政府边啊遐，吼，足侪人佮派5个代表啊，迄片教授因老爸啊，其中一个啊。要要塞哦，伊是谈判就对了。伊是讲，老百姓做好迄落呀，对不对？何必甲袂好动枪、动枪冲啥物安尼哦？要代表讲，哎、欸，即代表的时哦，人讲不杀来死啦哦。外国哪里迄落是讲哦，派来大赛哦，无咧台嘅就对了。吼、哦，敌对国那是小强咧吼，唔是。咱迄谈判的迄那是咔咔，你看这有战争无？所以伫阮高雄的时阵吼，就即摆你若记咧，你车头遐破坏路，即摆阁顶改啊。迄日本时代做的吼，前夜要过后夜吼，拢经过真宽迄个地下道啊。所有伫附近的人，拢集中伫迄个地下道内底，包括阮较早迄个战友、士兵的吼，因住伫车头前尔，因看得较清楚，拢入去地下上，内底迄囡仔拢暗的哦。你若只要去哭哦，你也出来砰砰，拢伫顶悬哦，有只水滴啊，迄台啊，拢拍咧，很拍咯，迄种无人性，你知影无？所以大无经过这段讲现场去看就对啦。啊，从我咧是，我听到讲我阿哥迄吼，迄足经典的呢。有机会我拢讲我是讲我听，为什么讲我阿妈较会晓那巧？所以我阿哥伫甲讲的时喏。就讲吼，伊保持阮三阿哥拢足完全的，无受着糟蹋，就是因为有迄个恩典。啊，其他毋知厝边隔壁迄个毋知，拢装水水的，就骂骂口冲啥，骂骂口闹落用啊，对不对？你拄着遐中国兵啊闹落用啊，即个是呢。所以二八的时阵吼，我可能拄啊拜着二八呢，我二八时间就讲较久啦。因为少年的恁即代毋知影，叫二八较会变安尼哦。即你读去看，咱就分段去看。历史作者博物馆，你若分段去看，都很简单。有机会我简单甲你讲个先咯。二八是阮个白色恐怖吼，因每一当拢会邀请阮去参加。我讲有一天吼，我去参加吼这个二八个纪念个，你知影无？伊是伫个台顶啊，一个台上吼，伫讲话啦。伊代表啥呢？代表因。爸爸、因妈妈，各三个小弟小妹嘛，因为大兄嘛，他为什么代表他呢？因为因爸爸死了嘛。这个过程啊，因妈妈甲伊讲，所以有28迄个纪念日的时候，他上台去讲到这段了吼，用这个给我讲哦，咱这同心未来，你就知影吼。伊讲啥呢？伊讲那时候吼，伊阿囡仔上细汉嘞，迄妹妹3岁，伊较大，拢差一两岁尔。四个妹讲有一天呐，哎，老母甲伊讲啊，讲有一天嘞是，哎，中国平安也请来吼，甲老板爸爸吼，总甲叫伊。哎，妈妈是因哦，讲，迄囡仔大家看到惊哦，伊讲爸爸可能很快回来。
哦，伊只能讲无代志，因为因爸爸是老师的，对啦，哦，无咧做歹代志啊，所以讲没有问题。但一旦、两旦、三旦、四旦，等到袂迄落时哦，你知道传回来的消息啥呢？就是因爸爸被军方枪毙掉。讲迄个时阵哦，好像惊天的霹雳呢吼，因妈妈讲几乎受不了，伊讲系啊，厝里的经济能力拢靠因爸爸啊，突然间伊只四个囡仔变安怎呢？讲伊妈妈烤一碗哦，那是要出去做工啊，维持生活。做一小段时间了的时阵哦，讲有一天呐、啊。因妈妈把这四个囡仔拢带来吼，吼，带一对呢，带伊海边啊就对了，啊无要讲啥话哦，伊带伊吼，点点啊行行，伊讲无代无钱哦，因咧三岁妹妹啦，三岁妹妹吼，捡一粒，捡一只迄细只芝麻，芝麻囝你知影无？迄沙滩弄个芝麻囝吼，妹妹捡一个芝麻囝。伊甲妈妈要偷啥？偷手巾啦！啊，妈妈讲，嗯啊，你偷手巾啦，要创啥？因咧细人三岁，我讲，讲妈妈，我这手巾啊，你好啊，啊，我把这只芝麻囝包顿来，包顿来甲饲，饲好大只，大只了后生啊，个生芝麻囝，啊，芝麻囝能够饲好大只，你个知影呢？三岁妹妹公家了后生哦，马上感动伊老母。因这大爷讲哦，伊讲伊妈妈迄阵啊时哦，安怎想来想无讲，伊这三岁囡仔对这个生命吼，诶，家族献过伊老母。伊讲的这只芝麻囝要娶大只，大只的时候，佫生芝麻囝生生不息呢，三岁早见了安呢。啊，我呢真无简单，有这四个囡仔时哦，受不了一个打击，讲要带伊投海自杀。吼、哦，顿时间的时哦，讲因妈妈目屎时吼，总向内底流。啊，甲四个囡仔讲来，我们现在要回来啊，要回家。迄四个囡仔讲，嗯，啊，你还袂佚佗着诶，咱要回去啊呢。还佫唔知死活是要来甲你跳自杀的呢？还佫唔知影呢？我讲伊即个大兄代表讲的时喏，讲迄种阮囡仔拢唔知影，讲啊袂佚佗着，怎要佫等伊啊呢？吼、哦，讲着暗看个，只囡仔大了，才讲这段历史。用等伊是了时吼，落因老母就对啦。伊讲吼，我要含苦如心就对啦吼，含辛茹苦啊，含辛茹苦。含辛茹苦啦，吼、哦！安怎样，我就要把这四个囡仔请养大啦。伊要出来自杀的时候，伊讲呢，就是讲因爸爸吼、哦，一个标准的一个老师呢，啊，咪做歹人做啥的，无王八骨掠伊枪毙。我要安怎饲这四个囡仔大汉啊？佮饲四个囡仔大汉的时候，传爸爸，啊，我无才咧饲啊。讲因妈妈当初的念头就是安尼啦，所以要出来归去啊。拢做为投江自杀啦！看要留在世间哦，目睭看金金一个是断哦，或者泰国中国边啊掠伊枪毙安尼啦。无想到讲你三岁妹妹，有了那一句话，改变了那念头，这个对生命价值的珍惜。我即马讲的时候，我抑制我的感情，你知影无？我若要抑制的时候，我会夺眶而出了。但迄阵我伫遐听的时候，我。伫台下咧听的时吼，目眶都红啊！我周围坐迄台啊吼，台那围起手巾啊咧擦啊。由于咧讲的时吼，他把那个精力、儿童的感情带进来。但我今日我唔敢带入来，因为我带入来的时吼，我掉眼泪，我相信恁也跟我掉眼泪一样。所以我讲的是，保证用严肃的口气来讲这啦。我有一个伫美国的时吼。就是用这个感情带进去，哎，刚流眼泪，这很动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个恶霸的心哦，作者哦非常残酷残忍的啦。但是咱这辈的生活在这个国民党中华民国教育内底的心哦，无要讲这段，那是这
为民主奋斗的，早伫个公正论的公正会，伊也到民进党个遮。不过阮上届头前个前仆后继，而真正拢台湾个领导起个是，马紧时代人改变的。但这时代改变，并无把咱台湾人这个新论咯现出来、暴露出来啊。因为中国来是因为强啊，亚洲内底你也接受个强迫亚洲伊个教伊个教育啊。啊，咱就是安尼长大诶。啊，你今天有机会到谈民主维新吼，迄恍然大悟呢。咱几十档诶心哦，浪费几十档啊，读几十档诶册啦。为谈中国历史维新哦，我开地也讲我们是皇帝的祖孙啦。为皇帝唐虞夏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，一直个中华民国都来了对啦。他叫什么歌？咱无读咱台湾历史啦。你读个地理吼，拢喜马拉雅山、长江黄河啦，唔捌读到咱下淡水溪啦，唔捌读到咱落水溪啦，哦，啊，佫唔捌讲到阮高雄爱河咁偌水啦，都没有，读个拢是去大遐，粪扫一大堆啦。阮咧读地理的时阵吼，较近啦，无一条铁路吼，即个河的啦，读个地理啊，拢读中国地理的时阵吼，或甚物宁汉铁路、平汉铁路、万国铁路。即马无一条含即马准诶，含块都读诶，浪费我们太多的时间了。啊，要读反共大陆这啦，读个三民主义啦，哦，啊，读这有啥物话讲？个儒化教育啊，啊，你台湾是中国诶，白纸黑字看对起来讲台湾是中国诶啊。你看，因会当摕出对一个文件来，摕袂出来，干用嘴皮来会啊，啊，今日壮大台湾是呢。尤其甲咱改新闻政策啊，对不？迄、那个1946年1月12日啊，咱年轻人知影吼，改到中华民国新闻政策啊，即违反国际法，为啥咱去个别讲？因为你新闻政策是呐，爱国际就是爱主观、主动，上着啊个合法，这三项无一人，你知吼？所以过来的时阵会讲改，讲要恢复我国的国籍。嘿，迄张文章，你什么国嘛？恢复我国的国籍？你中华民国诞生的时候，是迄个1991年，1911年呢？对不对？1912年啊，1912年，应该中华民国出世呢。啊，咱呢？咱从1895年的时候，就变日本呢。就是咱已经伫日本迄落个时喏，中华民国还袂出世呢，啊！你怎么讲要恢复我国的国旗啊？哦，这是笑话吼！啊，所以咱也过啊，所以各位啊，新的同事，我们按一个过什么吊带吼，比较这个说来说明，因为咱的新闻被篡改，刚改做的时，咱今日吼做不停的啦。因为美国的时阵吼。一段时间有模糊政策的时候，佮越岛攻击，所以今仔一个中研究呢，党教授咧讲，讲啊，美军也无正式就占领台湾呐，吼、哦，意思讲，伊都无占领，咱也无一定讲属美占，伊看是看咧表面呐，对不对？啊，今仔昨个时咯，公布 AIT 的时咯，哎，靠，在2005就开始啊，嘿，利用海军陆战队，你代表啥物货？意义在哪里？吼、哦，就足明显了呀！我若唔是即个说讲了，我会当派个海军陆战队过来吗？这唔是咧保护迄个大赛馆弄海军陆战队没有错啦，但咧数量都无公布，这个表示我对即个时代有迄个，我唔当派即个军队过来，唔是普通警卫啊，尔尔。吼，塞得卖光些就对了，就是讲美国一心，当初一心哦，因为越岛攻势啦，伫迄个硫磺岛时阵吼。其实那时吼，浴血战呢，我伫美国时有参观下呢，参观美军吼伫迄个硫磺岛时吼，为着徛迄支美国旗啊，弄个雕像起来，就是吼，真够足劲那个呀，吼，迄个美军咧踩迄个旗啊就对了，有机会带去华盛顿 D.C. 咧当参观迄个，为什么要用迄个硫磺岛的是浴血战那时吼缩掉起来？就死伤真济啊！日本军队啊，美国军队死伤真济啊！所以当然是美国官，我占一块岛啊，
讲这个岛死伤啊济，呼，啊，若过这个较大地，台湾岛的时候，我唔知要死伤偌济，啊，唔知要武偌久嘞呀。所以，董必国现在政策也改变了，讲吼，麦克瑟讲吼，我不要主导攻击，伫军事上叫做主导的，这个岛攻了，佮换这个岛，因跳岛很贵。但是呢，忽然间也越岛攻击了，对啦，我跳过岛，跳过台湾，跳到嘞，我直接攻击对呢。你要进入日本的厦门口，我屋边后，我讲来屋边来，我讲到恁门口就对了吼。啊呢，所以今仔日在变成哦，屋边后甲屋边后甲咱台湾呢，命运又不太一样的先呢。屋边后我迄个讲是比较先，当迄日本的守军哦，迄个少将哦，切腹自杀，伊不爱做伊俘虏。日本人真正吼，吼，咱就无国了。迄只精神有够好诶，我都无爱互掠去做俘虏了，我连个七八自杀了。迄个将军就见家呢哦，知影讲啊无望啊，对不对？仰天甲天皇讲，我要迄落安尼自杀了。啊，所以美军底下讲袂信吼，因为咱的旧金山合约到尾也是1952生效嘛，对不对？伊呢到1972年。有政治解决的时候，日本赔300亿美金给那个，然后呢，行政权归予那个日本，所以我跟来即卖属于日本，我也伫遐咧管吼。但咱台湾无同啊，咱台湾先劈起来，归我跟来了时吼，这个所在啊，拄好1949吼，个大家知影一个，1949就是我头先讲话因共产党啊国民党。国民党又怕输招了，对不对？那1949，啊，1949招了过来时阵呢，哎，足可怜呢。伊个吼难民啦吼，啊个军队啦，都唔知变啦，也袂当伤害过来啊。迄单下个要收袂过来，嘿，你无大无钱吼，叫美军呢派军舰呢，派军舰安尼个接过来。所以今仔咱个美国讲啊。这些难民，这些笨手是你当作军舰，你也知，你也不敢知先哦，人家唔知要走去对伊啊，也真正是安尼。啊，要载过来先哦，吼，伊迄阵啊，我讲，因打迄个1945导航的时阵有无吼？啊，即卖因先头部队就过来哦，我出面呢，我老爸就讲要走去码头接呢，讲吼，即卖宣传讲什么投回祖国的怀抱安尼啦。我老爸吼，哎，细汉的时吼，听足清楚的，迄个阿嬷的对话，吼，含阮阿嬷的对话就对了。阮阿嬷讲啊，啊无去码头看卖啊。因老公安尼就对了吼，了因老公祖国的来吼，安怎样吼，去甲看卖嘞安尼啊。吼，阮老爸哦，兴高采烈，就走去往高雄码头呢。我看一下有够失望的啦，讲看迄船靠岸吼，落来的时阵吼。讲好，咱的祖国哦，一定要足强大。为啥日本的导航啊？咱正个日本的心吼，嘿，遐那强啊！这导航我的中国哦，一定搁较强的啊。迄阵也唔知影讲是两条原子弹的关系吼，对不对？这你看，哎呦，看成个汽车兵啊，汽车兵你拢无看到吼，即马无入起来吼，就是伊个闭口卡会成草鞋有无？啊，后边吼。钉石威啦，有无吼？钉石威，你走路爱钉石威吼，安尼，啊，佫派两支枪啦，一支是啥呢？迄个79步枪咧战争，啊，一支啥呢？一支就咧食薰的啦，叫烟枪啦，你知吼？一支烟枪啦，啊，这烟枪的时候，两支派来吼，即马落来时吼，我听阮老爸咧讲，看着足失望啦，安尼失望呢？因为在你想象中就对了，在想象中，今天他說說我們投回祖國的懷抱，我們祖國又打贏，不然那個祖國又打贏日本，日本這樣是我們的祖國，我現在這個祖國換這個新的祖國，看起來這個是怎樣呢？那日本兵的時候，軍用什麼都服裝都那個時候，哪有這個怎麼去吃兵呢？我小的時候開始聽我阿嬤跟老爸對話裡面，慢慢我读中学，伊个读迄个国军军校哦，这个印象都还在。
原来这批中国兵的时候，这就是他们的最大的败笔。他们如果当初的时候派了正规军过来，做有规矩的，有守规矩的就对了，这就过来的时候把台湾建立一个好印象，今天我们大家不一定想说要怎么呢，这个是很奇怪的。就是他们第一批过来的时候，那建立的真的歹印象，像个土匪啊、小强啦、那抢啦、强啦、干啦、杀啦，无所不做安尼啦。所以你今仔日变那弥补，我都弥补。所以以后伊拢用教育，甲咱强迫，甲咱洗脑，有些呢。所以这批伫这台车哦，互咱建立歹印象了，较紧了了，无大人抹好个，但伊当抹好着新的一代啦。这个生手机啊，吼，这是新的一代啦，伊都唔捌食过苦啊，这代拢食饭盒长大汉的啊，咱较早拢食饼片哦，个边啊安尼啃个起个，这么新的一代饭盒长呢，唔知影呢，吼，所以足费力的。你谈民主维新，咱起来，热天咱穿西装去分传单，嘿，无人敢信道呢。有哪里？你传单我摕去，使包槟榔啊！可以包槟榔，你听有吗？那个可以包槟榔啊，对不对？冬天的时阵哦，寒风刺骨呢，吼刺骨呢吼，咱也是出去搬单的，底下那辛苦干了，迄是要人教育。有那长时间吼，国民党教育的时候，咱利用这个机会，改教育等等。但是呢，执政单位的时候排山倒海的心咯，给你压制，何你无得咯？你有咧心呐，得袂出嚟，你知影无？你看，今年做一个台湾人啊，就长时间吼袂记住了。本来你是乌狗牙，顺顺啊乌狗牙，一变做只红狗牙入来心咯，给你夹啦，给你抬啦，吼！然后呢，你乌狗牙哦，掠来我乌狗牙迄个窟内底吼。把你生卵啦，让你生卵大汉的，你变红狗爷爷，你家己乌狗爷袂记住，你是总比我红狗爷家己教育家己乐意啊，你知影无？咱真的刀人就变安尼啊，所以这作弊啊的代志。所以今天我们台湾民主为什么这么辛苦？我有哪里讲哦？一群人拢走伫对呢，走伫时代头前哦，走在时代的前端呐。你不要我们小看自己，就是少数的人走在时代头前，时代头前呢，都是少数的人，他在追求的真理，对真理的心，他走在时代头前的心，会变成啥呢？会孤单，会很孤单，而且寂寞，会接受冷嘲热语，这是时代的，好难的变这样。就不多，你要走在时代前端的时候，你要有忍受这个，没人讲两句，三两句，把你威胁一下，你就退党去了，这样你就不多走在时代前端了。你要接受这个能言嘲语，这样把你笑，你要接受这种挑战。今天台民众的心，虽然是羞涩，但是呢我们发挥很大的威力，大家拭目以待，你看就知影吼。好，今天我继续来讲个先吼，白昼之内有一挂所在，恁也拢知影，吼，恁是无机会通去啊。去这个所在，咱也无机会通去啊，因为足济呢，都讲弄袂掉去啊。都去这迄落吼，足好处啊。你讲我上个讲是凤山。凤山招待所有无吼？这个所在用水楼啦，你知影无？水楼啊，这个地嘞哦。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开始就讲这个所在袂来废掉伊，吼，再换这个还在。这个军法处又袂掉伊啊，袂掉改做啥？喜来登大饭店。所以吼，有当我那要讲笑话哦，讲喜来登我去住过了。伊讲你当时住过，那是我青岛东路三号是旧的时代啊。对不对？就卖掉呀，就改做大饭店啦。所以我不信啦，那你敢讲？喜来登啊，住过的啦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很特殊的哦，在西里南路呀、双子林跟
万年大老鸭，卖掉鸭开始起价吼。最近我阁看到报道吼，就是双子连到我们内底吼，拢有灵异的现象啊。内底很奇怪，为人自杀内底，为人创啥物诶？但是外人我唔知啊。这个所在呢，就是因警备总部吼，设立这个情报处、保安处吼，甲油查处伫遮。我有迄个绿光掠来时阵吼，就经过这个所在。这个所在偌恐怖，你知影？我住地下城吼，啊，即暗时咧困吼，耳光听着，咦，有迄个惨叫的声音嘛，咧惨叫，你知影无？迄种种刑罚、刑求的惨叫声音啊！哎、欸，奇怪咧，啊，我即个地下室啊，哪还阁有啊？嘿，这是阮来问遐老班长，遐老班长唔捌字个啦，吼、哦，我讲奇怪呢，怎么还有惨叫的声音啊？讲啊，你不知道啦，迄种阮二十几岁啊，尔，像囡仔，你知影无吼？因对囡仔咧讲话，较无啥物暗藏嘛。伊讲你下面哦，还有很恐怖的呢，迄有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吼、哦，就是你人来挨入面吼。伊两个铁夹棒吼，一夹总比肉上，你知吼？然后顶悬有一缸水啊，拍开的时喏，迄缸水冲下吼，只肉上咧流出来，来迄落为心脏解脱吼，迄个呐淡水河要出来，因下骹有灌吼，安尼啦。我是讲有影无呢？哎，你这个小孩子不知道，你这个所在原来恐怖呀！你即马该做呀，所以即马还有灵异事件咯、哦。佮最近还有灵异事件啦、啊，因为唔知影遐时，还佫有人伫自杀嘞，你知影无？因为阮住伫遐时，有一间房间啊，拢无带人啊，阮足奇怪，迄间啥无带人，对不对？阮咧老班长那讲啊，伊讲有一天吼、哦，迄房间内底啊，都很奇怪，电脑伊住伫遐吼，拢不得安宁啦。嘿，因想想来讲吼，无把眠床板哦拍开看卖，这个眠床板的拍开了吼，都没有什么东西啊，刚才就是旅用的吼，那个胸罩啊，叠的眠床卡尔尔，其他都没有啊，对不对？结果他讲啊，原来有一个女生在里面自杀，啊，所以那间房间吼都不得安宁，就这里说在家。啊，阮住伫遐，因阮若要去洗面吼，拢会经过迄个房间嘛，拢会问讲奇怪啊，应该无人住，才讲个。啊，佫较恐怖个啦吼，即、這个老兵吼，伊讲啊，你们现在好的啦，还有什么问笔录啦，还有什么要去还要问开庭啦？我告诉你，伊敢讲哦，以前哦不用，怎么样？伊讲人济啊，他们。布袋哩啊，一个一个布袋吼，伊讲就装在布袋里面吼，然后掀起来，因就对，因那些老兵啊，我讲啊，迄手势我拢记掉，伊讲吼，掐死一个5块钱，你知无？我今天掐死几个，我就多少钱？你知道我扣的掉了，讲掐死一个5块钱的呢，啊，然后呢，丢上卡车，在迄个淡水河遐定掉去，我讲无，就这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啊。讲你们现在，哎，阮二十几岁尔，听这毋知咧听咧讲梦话呢吼，该是咧讲哪有可能个代？啊，真正就是安尼啊！即、這个老兵甲恁讲哦，讲以前吼，主要哪人检举啦？迄人满为患就对啦，足侪人拢伫内底吼。伊讲你有中国个，迄阵啊吼，阮也未入以前吼，大部分拢中国人，迄阵也无台湾人。为啥中国人？你知？有三个时段，恁若过来拢有代志。那迄种检举就对啦，第一项就对，伊国共咧拍时阵吼，你若讲吼，这个乱局不可久留啊，好无？控制共诶，官宣呐，为香港、澳门啊，为走菲律宾吼，就转来台湾诶啊。你若迄种检举吼，安那讲呢？即卖来讲哦，因为种检举有奖金呐、奖金呐，啊，作者就私底咧奖金内底，一个另杀一百个。不能错放一个，伊那左左应用左左讲安尼，伊即马开始检举吼，伊即马该讲啥呢？政府在撤退的时候吼，你比政府撤退还早，你只是接受
共匪哈，迄个训练呐，先跑到台湾埋伏在台湾哈，你知无？你先走过来就对了。那你看冤枉无？以前讲个，迄个你国共咧烧钱哦，我管选呐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袂使。去用检举的时阵哦，安尼，啊，你也有代志。好，这第一个阶段了。第二个阶段呢，武汉政府军撤退，撤回过来，吼、哦，要选台做，要选呢吼。即摆来用检举啦，伊讲吼，你显然吼受了共匪来底迄个训练之后呢，随着政府军吼撤退到台湾来的，你准备要颠覆政府，哎、欸，你看我玩弄无？我较早过来袂使，我随政府军安尼过来，也是有代志。好，第三个。第三个心吼，就是即马阿强诶，中国占起来，伫大肆整顿诶心吼，为官灭官，为官选咯，即无选诶心吼，名煞休矣啊！吼，想尽办法咧，迄落为澳门、香港、为菲律宾就不能说过来对啦吼。你若用检举啦，也有事情啦。什么代志？你知影？在侬国军撤退的时候吼，你为什么没有随着政府军撤退啦？等政府军撤退来，你以前哦，这个时间哦，你是接受共匪哈，哦，叫那共匪，讲个共匪哈，迄个训练呐，然后训练完毕以后，再派你到台湾来的了，啊，你有玩弄无？所以你若用检举哦，三个时段，安尼也毋是，安尼也毋是，反而用检举你拢有代志。那时候最悲惨了，所以伫这个时阵哈，这个地方太多人拢用暴力去用。掐死一个五块钱的安尼啦，恁大汉时较早讲啊，原来就是呢，佮读过一寡历史啊吼，佮读一寡迄个共产的国共的内战的代志，较早讲哈，原来就是安尼哦。迄阵二十几岁啊，伊敢讲这时哦，讲你这老兵在咧讲啥物话，证实真正是安尼，所以因赶紧卖掉哟，赶快把它卖掉，去这个大楼，啊已经几十栋啊，你看，都四五十栋有啊吼。结果现在呢，还有灵异事件呢，较近咯。哎，顶个月我当阁看到，哎呦，较安尼，啊，这咱知影尔，迄阮大过啊，就这个所在啊。啊，为什么讲到现在还有灵异事件？因为冤魂两个底下，因为虽然唔知讲要超度无啊，你知吼？所以咱为什么讲吼，靠民俗安尼爱超度，要超度伊啊？哎、欸，啊！你若无经过这个这种哦，迄、那个魂还去抵挡下，吼、哦！就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个，嗯，啊，无就归大龙拍掉伊啊，连地基的中恶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个灵异事件呢、啊？啊，个人为无完无果个阻塞啊，就是这个大楼，顶个月我都去看到，啊，我能知影，他们不知道原因，为什么新的大楼为什么会这样子，哦。这个讲这个好，起码个耍人哈、哦，你看看这个保密局啊，受难者的全关这受难者了，也没收的了，啊没收嘞，就是人无命啊，出来鸡鸭叫，抓到无半只的哈，他们那时候是这样，我那时候判刑也是没收财产的，我判诉呢没收财产的，就整件没收财产了，啊嘛的，我的混钱样兄弟啊。过来个私分的呀、啊，他没有办法没收啊，你知无？而且呢，拢得过呢，啊无啊财产哪有收伊啊？哦，啊个你老爸冥婚来对哦，啊个对哦，过来兄弟啊呢，哦没有没收，啊你怎啊这里没收伊？哦，很多哦，我将个看，互你看一个迄落，有啊，唔是啊？哦，这里是啊，迄是白锁，这么蓝锁有无？南所的即马迄个总统府后壁边遐，飞店吼，坐伫底下啦，啊个谈到啊迄个东本院士遐啦，吼，拢伫即个所在。即马来我来讲吼，安坑军人监狱了新店嘛，我伫遐住几六个月吼，伫迄个所在。伫遐住的时是怎样呢？有警备总部吼，我谈到讲的，落去经迄个青岛东路卖啊，要起做饭店店长吼，阮爱搬。啊，所以阮就搬伊一个所在，小等我你看迄个所在样吼，阮搬伊啊，啊，就迄个军人监狱吼，我搬伊的时阵吼，只食两顿，
你也想，坐落人钱你吃两顿，你看遐钱敢贪污到啥物程度去？迄落早时啊十点吃一顿啦，一馒头啊个豆奶安尼，早时啊十点，到当时下晡四点，四点才阁吃一顿吼，吼若要饭啦，啊嘛买创啥个尔？为下晡四点到明仔载十点，当落就拢无面好食。而且呢，县区就钓了三日洗一届了，有一个水池啊，一日捞两届水啦。往来你十几个人咧大，免啦，一人一日分三盆啊的水啦，照分的啊，因为我有值日的啊，轮流值日啦吼。来，就我值日哦，你三盆啊水，你三盆啊水，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嘛想啊，三盆啊，县区也袂洗是洗衫也袂洗是免啦，欸大家就想出来啊！今仔日我咧三盆哦，我用一盆啊洗面就好啊，两盆啊照你。吼、哦，明仔载呢，我两盆啊照你，我只了留一盆啊，然后洗面就好啊。第三日我留一盆啊照你，两盆，我拢留一盆，安尼我就照恁六盆水啊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来第四日时，我会当洗身躯啊，佮会当兼洗衫裤，为甚物？恁两盆啊，嫌我；恁两盆拢嫌我。佮教我今仔日的三盆，对不对？吼吼，好好洗个痛快，都要三日洗一届。你知无？啊，这内底就无大，你免哪要当洗身躯啊？吼、哦，我伫内底，啊，主想这个办法出来，我先招你。啊，连讲话你最嫌我，就是这个地方吼、哦。所以云南呢，仁义礼智信，礼礼智信吼、哦。我即马互你看迄个吼，啥物叫仁义礼智信？即个讲。哎，还搁倒转来，孙教授，这肯定也无啥人好讲啊吼。我来讲好一下，后来你看你这只好吼，你莫讲怪怪哈。这只就是当初吼，1895年时哦，大清帝国把台湾平和挂予大日本帝国皇帝的时阵，了台湾呢有一挂倾向清朝的，不管讲啊是啊，台湾挂予人伊对不对？挂予日本伊啊。所以，家己组织一个，迄个啊，用啥？用这个机啊，这个南迪啊，黄浩，好记就对了。台湾第一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所在啊，台湾民主国的国旗啊，南迪黄武旗啊，即马这个机啊，你对吼，咱唔知啊，以后就造出来啊，你知吼？啊，都无成啊，都做几日啊，然后就酸啊，就对了。啊，为什么甲用这火呢？迄叫含中国人哦，龙兄虎弟啊，龙兄虎弟，你知哦？所以因在用这個，啊，这咱台湾无关系，因那是吼，啊，清朝的人就对了，啊，清朝的人吼，伊不管啦，哦，想要个要独立就对，迄阵想要独立了，哦，你既然挂好人，我袂动咯，我袂咯，但是呢，三日就走路啊，哦，这个小说恁看哈，这个所在，这所在就是吼。阮走去美国，我出去了吼，走美国的时阵吼，去控制就对了吼，去美国控制啊。过来，这所在这张相片哦，唯一全世界干一张尔，一张，无第二张啊，我保证无第二张。尤其我谈来讲吼，仁义礼智这条信笺呐，啊，什么就是。我头先讲，迄卖人去饭店点着吼，所以阮呢，就先甲广播照一杆，就照一杆就对了吼。啊，照一杆的时阵哦，我像咧做衫裤，阮内底有洗衫，还有画图的，就画两空吼，啊，甲做衫。啊，我派伊咧做衫，你知无？吼，下骹咧做衫呀，啊，即楼顶啦，迄大个违章建筑就对了吼，迄个违章。啊，即卖吼，我做啥？迄阵啊，做啊啥呢？越南有无？越战有无？吼，50000套的衫裤吼，准备全部去啊标来，啊，全去标会到啊！伊工资俗啊，对不对？标50000套，搁50000领的网打。嘿，南北我咧战争的时吼，南北搁做50000领的网打呢，还要手腕，迄个用网打呢，啊，这拢经过50000领拢经过我的手了。因为我阵来要做上尖的，你知影吼？小夹的上尖的，啊，穿衫裤，迄穿衫裤穿个青年装啊，
吼，迄俘虏要穿的啦，五万领吼。迄种我伫红衣工厂，就是咧做衫吼。啊，即摆我是顶悬吼，是安那，都有迄洗衫的师傅啦，师傅一个一定外口请入来，啊，剩的拢家己来底咧做。即、這个师傅吼，袂歹，我咧讲讲，啊，无你相机来翕一下相吼呢，我拢爬去楼顶咧，为这边摄过吼，拄好仁义礼智信五感中翕着。头前迄个礼吼，头前遐吼，仁义的遐就是，较早雷震啊，雷震恁少年仔敢毋捌听着吼？伊伫咧中国半夜看的咧写吼，反攻无望论啊，吼、哦，结果反攻无望论呢，吼吼，歹势，迄阵啊。要反攻大陆，你甲讲反攻无望论，伊是啊国民党内底要员呢，这个抓起来来判刑来管理这个所在。雷震，迄叫雷震啦，哦，你若看年纪较大，拢知影雷震吼，就管理者。过过来时哦，这个姓马立法委员呐，立法委员伫林焕英内底要提案呐，杀陈诚以谢国人呐。恁怎么讲杀陈诚以谢国人？这个申报是在英勇上面呢？迄个詹马术有无？詹马术以谢国人呐、啊，你马术用大兵几十万哦、喔，迄有坐车，甲小兵伊甲拴断啊，你知影无？如果侬你无含部队迄落，部队用变哩，你家己拴断啊，斩呐，目屎流了爱斩。陈诚就是吼带领迄个东北、东北军有无？拍败家己拴断啊，所以迄个林炮一完哦，空空啊。哦，伊就讲吼，我这提案真好，你是安怎由将军家己一个选上来？所以讲，飞雷硬要斩陈诚以谢国人，啊，伊唔知影陈诚含蒋介石个关系啊。提案不成的时喏，我又抓起来，抓起来，就啊抓起来时阵哦，佫无判刑呢。每两个月吼，拢发一个迄个羁押证，羁押的对吼，伊咧关底下有迄个羁押。每两个月就一张纸下来，每两个月，安尼过了冬啊，伊都唔知变哪判刑啊，伊个本身就判一晚，你知啊？伊也唔是叛乱，也唔是叛国，也唔是创啥货，怂恿安尼。啊，当时呢，迄阵伫青岛当了，迄阵人我隔壁房遐尔，啊，结果伊个老蒋会跳伊啊，就1975年对不？1975老蒋会跳伊时阵吼，伊来放出来。哦，就是马成峰迄个骂，即摆迄个骂过来隔壁哦，一个较早迄个蒋纬国做装甲司令有无？哦，各位知影吼，蒋纬国做迄个司令吼，伊副司令啦，现在戴少华这啊，伊无代志有指引吼，战车甲接来吼，伫个广场啦，吼，要开出去就要开到台北啦，啊，伊即摆要开出去前吼。就演讲呢，就像老蒋迄阵要输输白话小人吼，吼伫咧苏联台吼，讲到嘴甲抓人破的时阵吼，迄个边啊伊左边吼，有迄个辅导长啊，伫下骹听讲，这是要叛乱呢啊，真正要开除你咯，总爬去苏联台吼，伊咧将军家拢有枪嘛吼，总背起来吼，总甲压咧呢，我系啊，下骹台狂啊，苏联台用啊。副司令，迄种是副司令啦，你讲，所以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吼。啊，伊到尾啊，无个判死刑，是因为啥呢？因为他是不是叛乱，唔是要反对迄个执政当局？伊就是讲，我要出来吼，是要压遐个那遐老贼啊，什么老国代啦、啊，老的什么监察委员啦、啊，有无？恁少年啊，唔知影讲迄个时阵哦，有叫做老贼啊。你唔知讲老蔡的由来就是呢？这批人呢，就为中国撤退的时阵吼，坐宁甘心也无咧创啥物老蔡吼，你看伊就对啦，两三千位委员呐，啊那伊咁咧裁呗，国大吼，伊一个官拢爱一个啦，造出来有三千几个啦，每一届你三千几官吼，就三千几个，佮其他加起来，所以讲这老蔡吼，拢领部队级的薪水吼。干部也少强，所以迄阵啊，我要反对这啦。所以恁各位也唔知迄阵啊，遐老贼的时阵吼，迄老国大遐啊，迄个用电梯吼，咧开个拢电梯吼，塞去迄个就是，因要若要选总统啊，
无老蒋要煞你神咯，你拍电梯倒伫迄落眠床顶诶，哪管撸撸去，所以你要拍倒遮老贼啦。哦，较早来讲老贼是生做啥物款呢？对不对？就是就接批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台湾这个变化的时阵吼，有时候咱年轻人不知道有这一段吼，这抗议老贼我们都抗议过，南征北讨吼。阮从外面进弄个心啦，先我参加过，要控一下老贼都来，迄阵啊很辛苦啊，佮为着这心咯，弄个转水莲花，你知影无？阮若咧用转心咯，拢背靠背，小坎呐，就曾经咧转遐囡仔太阳花遐高中有无吼？遐大拢手牵手吼，啊脚只变有转，咱袂使面对迄个转转，咱个内伤啊。我们知道来来来，要转要转火，啊，咱就砍起来火啊，后壁会转呢。这个我们都经过。啊，佫有啥？迄五二零的时阵吼，迄落因个军啊举起来吼，连长，啊，我就走啊，我那个少年吼，所以我讲，甲民众来建议吼，你个抗争的人，要抗争的人啊，你会知影吼，拢走我玉楼啊。到尾啊吼，是因先倒，唔是你先倒啊！因唔知影这步啦，啊！即咱即马查头民众都唔免家驾车啊，无我两个驾车吼，来，你只要空间哦，即马看因来吼，你个城，因迄台装备拢穿个足去，你知影无？吼，即马城上个卫生哦，卖有拱着啊，你会走啊？即马走个迄个身哦，恁听要我来，伊要要个走走，我讲唔免走几遍哦，伊就。倒人壁角遐窜啊啦！伊咧装备几十公斤的啊，你知影吼？啊，所以无机会甲你阿讲啊，你抗争安尼落去啊，毋是你先倒，因先倒，你知影无？吼，这是较早阮哦抗争的经验了吼。所以即摆你也看，佮过来遮吼，就是较早云林县的县长，迄个苏志文因老爸啊，敢若怪你即来遮。你判无期吼，但拢1975老蒋会跳下去呐，拢减15年，含完一样都15年那时候出来，伊住伫遮，吼在遮，就即个所在啦。啊，遐迄个就是迄个装甲副司令啊，个个就是迄个苏东奇，就是咧馆长因爸爸就对啦，吼，迄苏志芬嘛，我记说啊，见了就是我，啊，所以。有当这个相片吼，看到美国的时吼，因阿一个基金会看到我这个相片，我讲别紧啦，你可以用啊。看到全世界无第二张的啊，只有这张而已。你现在照也照不到就对啦，要找也找无啊，无可能讲你爬起来进来遮，讲你翕这个相啊，无可能的代志啊，就是成了过去的历史，永远留着这张就。遮就是哦，以后搬过来我这边吼，就结束啊，遮之后啊，之后我就搬过来这边遮。我个只是这边洗衫的啦，这边做衫的啦，有无？楼顶披衫，只个披衫。啊，只呢，这个披衫吼，一波时啊，拿衫裤打点着，就收收起来，好，你拍球就对了。啊，拍球，阮洗衫做一堆，啊，洗衫做一堆，阮做衫做一堆了，对抗。所以你这个所在都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啊，就是那无落雨啦，啊那落雨拢落雪，啊无落雨时哦，阮就拢伫遮佚佗。所以以后即马改做人权园区，恁老去偏南有无吼？景美秀弄桥卡家，现在还保存。前几年吼，伊也要改造的时吼，有迄落邀请我贵阳吼做参考了。对现状要怎么保留啊？什么话？保留现在绿岛吼，前几天我们过去看了，诶，绿岛的时吼，给它改了吼，迄落变做俾我们参观的肖像。变了样，所以有遐外国人问我，我讲吼，原来唔是安尼啦，原来吼这边都无窗啊，这边干脆小窗尔尔，我若要看月亮吼，拢着安尼把拍去看，但即卖改做这边了窗啊，搁走廊这边啊窗啊，我讲些样板诶，就是要互人看讲吼，阮较早大个那么那有遐舒服。对不对？14个人在住的时候，床在沙丁鱼小车啊！我伫绿岛，所以即届我就敢互伊看，他们要拍很多照片哦，哦，来给我。啊，搁迄个
变数所在，拢改装的嘛，拢互人你著看，阮国民党对这犯人政治犯哦，偌好都偌好，好笑对不对？我在咱亲身两人滴会当互人知影，讲根本迄个假做假，内底袂周至啊。我们在房间里面吼，大大小小拢穿个短裤啊，啊无闷死啦，啊无电风，啊无冷气，干那外口迄个窗安一块呢，细个窗安尔尔。啊，即摆哦，嚯，规个拢改做窗啊，迄拖一个，那么好笑对不对？感觉内底有遐好康的嘛？啊，即摆了啊，要外国人知影，讲哦，他们没有苛待这些人，你看无？这个窗啊，所以这次的巡哦。到迄外国的时候，我讲时代的情形是怎么样？我是睡在哪里，对不对？那刚好比我一看吼。好，过来这个所在吼。他说我到美国去吼，我到白宫啊，白宫来电时呢，这新闻处的处长他们做一讲啊，白宫这边这呢是招一队呢，美国他的时呢，我就把咱台湾人。迄、那个画法，吼、哦，啊，种画法有相关吼，造型造型安怎？有足侪中国人个参与内底吼，啊，但是因内底遐足侪会长吼，啊，拢台湾心、台湾情个，吼、哦，伊哩想要台湾做一寡啥物？迄画法就是讲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就对啦，台湾人的公共事务协会，吼、哦，名称写呢啦，啊，干成画法。啊，个另外画精啦，啊个一个画龙诶，就对啦，吼、哦，画爬画精画龙，都那得了，这好名称啦吼。啊，迄个秘书长这个荷兰籍诶吼，啊，所以伊啊访问参观诶时吼，得帮忙做翕相。哦，迄个倒，即个时阵啊，过去看迄、那个，迄绿岛监狱吼，即较像我少年咯吼。不要介绍我就讲吼，以前我做美国短期的迄落修，啊，这个教授吼，这个教授吼，那天中午含什么人啊？含迄落苏联解体了戈巴契夫啊，戈巴契夫你知影吼？人话咧讲，迄戈巴契夫外星球来啊，在乌别国啊，伊要解体啊，啊，这里去美国访问的时喏，就是含阮这个教授吼，迄落。作为假中岛，哦，我就那捏奖的心咯，底下你看我那时候那么的年轻哦，年轻哦。我讲的是，我找一个加拿大开一个国际记者会哦，由我主持，哦，国际记者会。你迄阵那时哦，凭良心讲啊哦，对台湾的认识不够。所以那时候那是争取讲，咱和外来监管统治，咱必须要争取独立，安尼呢？这是感情上的想法，对不对？所以进入一挂遐要主流台独的人，我讲啊拜托的，即较早阮行过路的时阵吼，迄个感情的不是用理性的，所以若有机会，我就甲你讲，你用理性来看嘛，感情上拢袂出代志的，对，拢袂成功呐，得要理性。才能成功呢。今天以前的时候，我们找他加拿大兄一直在呼吁国际社会对咱台湾安怎安怎，听咧，咱咧听咧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因为台湾的时候本身内底中华民国的占领这大家，一直拢熬去对外的迄、那、落、個，佮美国一个模糊政策，你知吼、哦？这个到底是代表台湾，佮唔是代表台湾？啊，你也袂使代表中国。啊，无你代表啥？所以代表一批那流氓的政体来，你即条条通敌咱。啊，无代表是咱台湾人的心哦，啊，真侪接受伊通敌啊，对不？啊，都通敌咱袂歹啊。你即摆你若看过你选举啊，三两选两小强的话题哦，我选着爱做工啦，我选着爱食头路啦，就这种想法啦。啊，比一日过一日，一日过一日的心哦，你甲今仔日。和增加咱的困难度在哪里？然后再是喏，有台湾民主我出兵来告美国，你知影无？而当然告的时阵呢，会提早啦，会提早。你若无告的时阵吼，这个可能性啦，
因为中国在这里有三四百万的，他所有他的难民，他的居民，也好就对了，有这些人在内应，台湾不得安宁，要做清楚这点就对了。他中国的心，我现在飞弹，害怕呢，他飞弹不长眼，我们中国人在这里，我打飞弹不一定打到你台湾人，对不对？我不一定打到你要主张台独这些人，一飞弹给他砰一下，里面有我们中国的，这飞弹不用呢，要用什么？用鸡弹，鸡弹也能选择性呢。所以现在的时候，交代我们台湾这些社团，什么历史会，什么同心会，有没有？什么协会，都叫那些理事长来，你们招招呢，机票你们出来这里，都吃我共产党的，以前我们早期都吃国民党的，现在国民党不好吃了，现在是共产党的，对吧？你招招的，我出的机票钱而已，他就给你按，给你交代，给你灌输。所以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心，你如果长时间下来，有几日，不然我们的公道好吗？我公道反正才输了。现在准备独派说要公道，你保证公道赢吗？什么人说公道赢？什么人保证？你如果看这个选举就好了，去年十月选举，你看你头壳红的没？那个想的饭也吃不下了。认真打拼那些民进党，这样真正就有了，一个一个落马。给那些啥呢？给那些普通公啦，也没什么政见啦，也没什么理想，说要建设，都说不出来的人啦，像小天外的啦，这样一动算了，你要怎样？那台湾成龙到这样来，心真疼。我们当民主制的，努力打拼，没人来信道。你看有悲哀无啊？什么网络啊？现在网络很多的时候，台湾如果这个网络没改善，没怎样改观，说要再选举人，我们希望今年来管改观，不要再选了，选了到底你美国救不了。这我看，假设美国你知道，你的老板明年给我选的，不管什么人对，你全部处理了。所以今年来底，无论想尽办法，你就赶紧解决过来。后个月找日本天皇和咱的母国，伊个天皇正式登基就位，新的年号阁出来啊！这表示啥呢？大日本帝国还存在。哦，各位同心大家哈，这个年号啦，千万年来第一次无要用中国的遐古典的迄落，第一次用日本家己的古典的号出来，联合，我知影吼，所以这一个意义上，对我昭告天下，我大日本帝国还在，只要大日本帝国还在，咱台湾朋友的大日本帝国臣民。所以当美国马克思伊改定和平宪法的时阵吼，埋下一个伏笔啊！我无把大日本帝国甲毁掉去。如果迄个时伊建立啊，对不对？我归去会当甲大日本帝国这个毁掉去。伊和平宪法一做呀，和你即卖日本政府啊，甲你压缩。春四个岛，北方四岛，韩国就来独岛，过来嘞就是咱台湾片哦，过来西南群岛，这拢属于大日本帝国的。但是现在四分五裂啊，四分五裂。那么天皇迄个时阵，美国为什么不要废掉伊？这咱不是研究历史的啦，真正的资料也看不到啦。迄阵废掉的时阵吼，今天台湾跟澎湖的地位了吼，还沾不上大日本帝国的边啊啦，沾不上边啦。因为你大日本帝国都无去啊，但为什么还存在？而且挑在今年的是改年号，本来是旧年吼，也要来吼，奇怪，怎样动到今年？
所以2019吼，当然发生一寡大代志啊，迄教，迄教育吼，你知影会发生很多事情。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稍微看得出，美国今年来底是喏，大肆准备啊，各方面准备，唔是某一个。某一小 case， 你知道吗？某一印出来、引出来的那个问题，才是大问题。所以，我们只要不要看说啊，贸易可能协议啦，怎么样，这个都是小问题。真正的大问题是摆在后面，一触即发。虽然台湾民众维新哦，一直努力到现在哦，那希望讲，伫今年来底时阵哦，吼。会有开花，而且会有结果。哦，起码已经吼朝向于这个接受到，因为第你个美国是也未正式甲你宣布安怎。美国这边搞你搞对单的，伊能点样做？我拢有咧做，但是对方啊，咱即马对面迄个派出兵啊。他们都是公仔生的啦，配配叫就对了。但美国不是，美国是点点做，点点做，让你当有时看到的时候，整个都 OK 啊。那边不是都想配，那就配就是他的心虚啊。在台湾定期多来，像五毛党的，他家第五中队，渗透已经是越来越强。对。讲这点我唔当讲吼，美国漳州日啊，管广播会讲海军都这里炸了几百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看遐久，即马甲咧广播的？哎、啊，唔是，即马慢慢刷咧，还佫有警报的。去年选举，美国就惊着知啊，啊，其实也知啦。啊，美国现在伫台湾咧创啥货？一定足清楚滴。你若继续去选的时吼，会我讲那个选输呀，对不对？他到国民党个买票对不对？啊，即马干，叫国民党东山吼，民进党就是讲，我用迄、那个，一个迄、那个转型正义个吼，啊，再等我来给转个过来，转袂过来啊！民进党是要转，阿扁也要转，即个就转袂过啊！即个伊来呢，立法来转，较早阿扁也无立法，伊现在立法要转啊，那转袂过啊！啊，转下去马建好啊，你甲冻者，我财产无用，哎、欸。我用东山，我叫咩啊？那边吼、哦，吼、哦、钱多多，头上较济。我透过生意人，我靠个中资，透过港资过来时吼，咧搬钱啊。所以咱咧是变咱赢伊。所以美国敢看无吗？咱看有伊敢看无吗？结果算咧，你看对一个对的时吼，以后定个派出你。所以咱即马看，今年俩在看伊哪看，按个要算落伊算啦，伊哪算啦？这个变化的时候，一时之间呐，你知道哦？当时要换机啊起来，开始，嗯，啊，今天讲个明仔载，该换机啊起来啊。台湾别来时呢，那么今天来上课啊，有一天根本恁都没来上课啊。好像我靠遐连续小讲，我有直接跟恁讲课，跟恁讲吼，哎，唔是拢永远拢在家待咧上课呢？迄个。咱来去食餐厅吼，搁较好食，那是块熄灯啊呢。你知吼？你敢当食个起来就搁食个面来继续食落吗？有熄灯的时间呐、啊。台面主伫遮咧上课时，有一天也是有熄灯的时间，就是迄个时阵，就准备接种啊。那不叫大家拢过来来上课吗？有中止的时阵呐、啊，所以大家有心理上的准备。你遐坐当内底，啊，话当然较慢一摆，啊，较慢就较福气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真就后来之上个呀。啊，从阮这个八九当前来叽里咕咕咧坐慢车，要扩到目的地的时吼，我也袂堪你等落落车落啊。同样一班车就对啦，吼、哦。伫从迄个2011年，我们开始上车，吼、哦，一大票人马。啊！嘛，这条车伫咧开的时候，慢慢开哦，吼，为台南啦、嘉义伫起来哦，一个一个就为了下车啊。嫌啥呢？
嫌这台车吼也无冷气啦，嫌这台车椅也歹坐啦，啊又下车了。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到讲讲，现在村官这呢，全部偌济人啊，啊，阮都袂嫌呢，阮都袂嫌讲，这台车无冷气咧，因为咱要到目的地的时候，我都唔是来坐这台要享受的啊，我坐这台车是要达到目的地的时阵，对不对？就是啥？就是谈到法律的时呢，要用法律，要搞啥呢？把中华民国赶出台湾嘛，咱的目标是伫这台车啊。所以你就无管讲这台车是有冷气无冷气啊？你知道？来坐到目的地啊！但是我唔是啊！你起来时就想要去享受啊！哇，这台车要有冷气，要做啥物话？所以恁大伊冻袂调落来啊！啊，你对了心了，这台车吼，中央的列车是不等人的、啊，你落车就落车啊！无可能讲。为着你的时候，我这台列车搁等下，搁来哦来哦，再上车哦，无可能的代志啊。所以就这样子，所以我讲阿伯的人来又靠福气，就是安那呢，伊时间缩短。我较早坐了一万车，即马有高铁呢，不坐就来到台北啊呢。哦，我较早坐七八点钟啊，对不对哦？这个时代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都庆幸说哦，不要去把这些人啊。每一个人呼吸都不太一样啊，对不？啊，但是吼、哦，上吊的时候，因缘而起了，缘生缘灭，缘生缘起了。迄个缘吼、哦，跟阿去恁个生起来就好好珍惜这个缘呐、啊。哦，因为长白谈面之后，不是每个人哦都可以参加。你今日看一大堆啦，你看来有几个咱同心呐，你就会看到。卖国公吉阿罗啦，但咱岛的人了啦。咱岛人你也讲个时哦，就讲个暗管都大条哦，都为了无爱信道了。啊，你何况讲外靠不相干的人，你怎么去讲？人的基本的是呢，按你现状。为人个足奇怪呢，遐大学教授研究遐法律的人，研究国际法人，奇怪，为什么他们都不出声？哎，你就可以探讨了。利己的者啊，伊安尼心哦，生活安定啊，不会有什么 trouble 啊。但是你若计较吼，小学生就对，讲小学生，你讲哎无哦，这按照国际法内底吼，就咱何时安怎咯？我哎呀，反正你一大家教授，你就无头路伊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咱很奇怪，你到人的时候，长时间，佮毋拢培养咱做者专家、教授、学者、博士，会扑甲扑的，扑甲会较倒毒的，对不对？一大堆啊！啊，但是呢，为啥呢？无人跳出来迄落，就讲咱的秘书长会跳出来。所以吼、哦，百年一出就对了，这毋是讲逐个人安尼。我想秘书长毋是讲比其他遐人吼、哦，遐博士扑的吼、哦，脑筋佫较迄落无定啦。有脑筋会比较好，但是呢，伊个加勇气。伊除了这法律吼要正确以外，你要勇气。你会扛受那长时间呢，和人家冷言热语来吵骂辱笑，是咪含害啊？这些都有心理的准备了。对一方面呢，抗压力要强啊。你抗压力若无强的，三两个甲你内心哦，吼，卖讲这东西嘛，以外都好啦。我长时间的来行哦，受的压力偌大，嘲笑偌大，我的同心，我的做伫了，伊得到遐东西，对不对？我到读军校去待遐，军校遐是还佫叫我参加伊同学会啊，每次当拢有参加来拍摄。我参加台湾政府了行哦，我就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你知影无？都很简单啊。啊，军校遐行，迄、那个。大家咧，阮哈每一冬吼，就三月初三，因为阮第三十三期嘛，说三三。过一日啥？六月十六，阮校庆。过第三日咧，就九三军人节，有无？军人节，这是阮同学台一定固定伫对当，南北中的时阵拢会餐呐。我想想讲，啊，我含咪会餐有啥物内容？来食一顿饭。我要讲台面政府，恁听袂入。你不要说中国安怎，我听不进，啊，规矩卖伊啊，就是这样子。
东澳的时阵，才过不时拢压咧迄轮，就倒遐。遐东澳台吼，我拢主张讲爱台湾爱独立，要安怎样？啊，伊都无读法律啊。俺即摆去甲讲哦，就法律的时阵，讲啊，你是呐？你老你读啊读个落去呢？要听从？吼、哦，有当时哦，会花费足侪时间，了足侪难哦。但是呢，因家己有自己的己见，你知影无？有一个教授的时阵哦，伊叫我因兜吼泡茶吼，那讲这来啊，吼、哦，伊个知我参加台民政府，但伊想要看，吼、哦，去年的510啊发生了吼，伊拍电话叫我因兜啉白啉茶啦，啊，就想说要讲这啦，你知影无？伊讲吼，啊，这台民政府即马王公诈骗集团哦。你要想办法哦，脱身呐！你也讲你用骗伊啊？我讲我啥拢用骗伊啊？哎，伊是徛咧好意，教授讲哦，你也讲用骗伊吼，安尼看也无代志未？我都要迄落个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食较大奶用骗伊，那笑死人个！嘿，我讲哎、欸，这袂通啊，教授，我已经哦不惑之年了呢。唔是安尼尔咧，孔子讲啊，知天命啊咧。你遐要讲叫我讲我骗你，袂通啦。啊，伊讲吼，我无啦，我问教授你啦吼。你读法律也做了，我问你来。你讲台湾要独立吼，我问你，要为着独出来？哎、欸，我问呀，那要台湾独立，要独立就表示就无体嘛，要像个神经啊小强吼。还关键来生出来，对不对？离开这个母体啊，这个囡仔就迄个点啊？啊，你台湾是属什么人的啊？你是要为这独出来？来，我想问你，要为中华民国独出来吗？因为咱进台拢互伊管啦，拢讲是要独立啊，独立是要安怎独啊？你要中华民国独出来吗？我中华民国这土地都唔是野啊，这土地都唔是熬死中华民国啊！你是要为啥独出来？嗯，唔对咧，啊是嫁鸡呢？咱照大个呢，啊照大要敢霸占伊呢？嗯，你说要独立，啊要都独出来。中华民国抓头抓尾也毋是中华民国个，啊你要独立，好，这个白读嘛吼。我着规个要独立个，你相关个啊，讲来啊，第二中国，中国讲属伊个，祖国以来就对啦。我若祖国以来苏联啊，迄边你个，你着拍伊个遐个，拍个莫斯科，拍个厉害，伊人来恁个，你要讲祖国以来，迄讲孟加尼啊，对不对？抓头抓尾那无，阿要有得读出来。佮而且爱心哦，佮即阵因阿无有来遮管咱资金呢，阿要有遐读出来，安那袂通啊。阿即摆来有美国，阿土地那毋是美国个呢？你要阿美国读出来吗？阿美国是占领啦，日主大只你占啦。阿咱个祖国是放弃呢？阿即摆算个要存底，阿存日本。阿你日本讲要日本读出来？日本今仔天皇也无管理呢，啊，就咱许个利用白死呀，天皇的嘴迄种夹起来呀，来掀掉咱有剩余的，日本有迄、那个一、那个剩余的领土价值，你知无？参与的主权伊要有啊，哎，参与的娘娘呢？就一盘菜的对哦，迄菜尾啊娘娘呢？你这样煮菜呢？嗯？安尼日本的心阿无安怎？阿无你要安怎？我问啊。我教授台底，你也相当捌的，对不对？我讲啊，想要独立，啊，这也袂使，那也袂使，那也袂使，啊，到底是要安怎？伊讲哪呢？讲啊，我知你参加大民节，大民节唔是要准备独立的啦，吼、哦，啊对啊，你就知影了啦。好，你参加那也好啦，安尼，嘿，因为你无法能讲出你独立的心咯，到底为着独出来，我很简单的问题尔尔，对不对？教授啊。我唔系讲对一个教授诶，对发了一个教授哦，叫伊到泡茶哦，咧讨论这了，吼、哦，个主题单独立未先哦，很简单的问题，我问你了，你来甲答解答出来，要有得答出来，嗯，啊无讲啊无主人答，家己答出来，啊是咩主人答咧，家己生出来吗？发了这个独立未先就无可能的代志，不过呢，但咱唔知啊，咱就拢用个感情上个就对了，所以我听你讲啊，感情诶未成功啦，来理性诶。所以我們早前是為什麼早前十五年的路啊？就感情用事啊，哦，對不對？要入軍校時，要學一些功夫啊，要出來拚，那功夫學不成就後面啊，對不對？啊，所以這個感情上的想法，哦，
咱读法律了后是较早啊，原来安尼袂通。以前无读法律以前的时阵吼，对不对？我就谈参加谈民主，那是头讲抱着讲嘿奇怪呢。台民政府会甲中华民国赶出去，嘿，啊，佫唔免用枪用刀，啊，是免怎赶？啊，你选举选赢，民进党选赢，无多伊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无到底是免怎？所以就慢慢学较怎啊，有即个法律啊，法律就中国干一个尔，中国无两个，啊，一个，迄毋是过我大兵，毋是啊，是你即个所在本来是伫遐。啊！你剑牌挂出来，你用挂出来啊！啊，挂出来，迄个收呢，就是人占迄个咧大。你即个招用挂出来了，硬硬背啊！啊，背来那台湾啊，台湾借你收的啊！你煞讲这是你的收啊？哎，今仔伊就是变安尼啊！哦，所以无怪早期咱咧选举来讲，去只挂庙讲啊，就是安尼。啊，就今仔是咱是做无奈，拢阿变啊，要用武力甲你挂，无迄个功夫啊！无到尾讲用选举吼，讲选举来赢，那选举赢哪能赢呢？对不对？你民众执政的心，那是要打我啊！啊，所以来思考看卖，要选赢也无多，要用武力也无多，也无闲啦。哎，到尾想都有这道法律啊！这法律过美国，因为你我争牛头，无要争牛尾啊！啊，牛头就美国嘛。美国，你就《旧金山合约》内底二十三条，你就是占领国。啊，占领国，我问你啊，啊，你过去你家己要占领啊？你无要占领，叫这个以外，这个只甲咱糟蹋。哦，咱有理由啊。所以咱较早是唔捌，所以必须知影从这波用法律的查出来，咱甲告美国。美国这个爱收爱接收呢？头也是讲吼，国家免诉了。我唔是咧告你国家呢，对不对？我是个人权啊，用战争法、用国际法，搁《旧金山合约》啊。所以当初阮受人家吼，阮啦吼，阮去告美国，一人收50,000块啦，啊一个代表去告啦，50,000块去啊，无影无加零啊。阮若上百人啊，过来800万的呢，唔知这美国律师遐贵啊。有当咧想讲，有当想讲，啊你一人按收50,000吼，你可能怀疑哦，吼。但即马知影讲，可能毋是歪意啦，伊安那，迄律师足贵个啊，一个50,000，一百个到500,000尔，500,000要杀两个手的时吼，互律师客伊落去落也点点吼，所以即马唔敢讲，冤枉讲可能只钱哦歪意啊，啊可能告袂行，啊你若无甲咱报告，所以为啥告袂行？所以当初我伫外口，迄阵啊伫门口看的时吼，咧徘徊的时吼，民政府哪会告会行？个会叮当啊！我们那就好奇，很奇怪。你看，哦，原来秘书长为伊个独到的所在啊！伊个加一个人权类啊！美国的时吼、哦、用人权开国，对不对吼？所以人权甲起落的时阵吼、哦，嘿，迄边就叮当啊呢！啊，无是头吼，啥物用国际法啦、啊，咱受压迫啊，种迄落无效啊，对不对？阮的人权受损。哦，一人列出来了后时阵哦，关于的接收啊，本来头咱的律师还袂接收的，干那文件卖讲换伊就对了，干律师就好啊啦。迄律师的是文件来去过六个月呢，第二律师讲哦，啊这是要哪搞嘞？要搞阮国家，要搞阮美国政府是要哪搞嘞？对不对？都必须有点耐心啊，把作者资料一直送，送律师看看，这5分5分哦。美国诉讼吼，你若黑白接惊吼，叫滥送呢？唔是咱即来只台湾只吼，迄事啥清出来吼，黑甲白对不对吼？你若钱来了啊，不管你台西人创啥，我若替你辩啊，都有钱了啊。啊，辩诉也无讲滥送啊啦，要起诉也无滥送，只要咱检察官乌七八糟对不对吼？甲你起诉了是到尾无罪，哇，咱的名誉受损啊。这如何赔偿啊？都无呢。所以美国真严啊，对不对？不能滥送。所以咱当咱告的时阵吼，卖经过法院啊，干那经过律师关了，拖过六个月啊。一看讲，5分5分，万一来个这不是滥送啊，要去告那政府的，对不对？从安尼分类呢？所以今天的时候，台民政府已经
有一个迄落人咧乞客，要爱咱这个名，按照国际法内底呢，对不对？一定安尼，军事你美国一定爱用军战合约军事占领入来，无你要用什么新闻入来？我讲啊，恁大家想看卖啊？要用什么新闻入来？我绝对要有一个名目嘛，爱名正言顺呐、啊。你阿公唔敢来先啊，啊你都名不正言不顺呐、啊，干来吹花、啊，迄我的啊。啊！我的你就能随时迄落啊？迄毋是嘴讲的，我的咧。美国先为青春港三个半暝，我呼一下落来，然后我就入来。迄阵个伊迄要等伊走下烧香啊！你阿公会南北？你讲嘴话尔？我美国实际，我南北入来是毋免经过你遐，我呼一下遐，吼、哦，等于有走下入来，足简单个啊！另外。中国甲迄个加拿大的先哦，叫伊承认咯，台湾是因地啦。哎，加拿大吼，即有区别。人那个答复你知影无？你讲叫我承认，讲台湾是你嘞？台湾啊，如果是你的，你卡就叫我承认嘞。嘿嘿，对不对？海南岛是你的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卡唔讲叫我承认，讲海南岛是你的啊？你唔免嘛，对不对吼？嗯，啊，你卡又讲叫我承认，讲台湾是你的啊？哦，这一点哦。第二个一点吼，加拿大吼一个外交官呢，伊讲嘿，若讲是你的，不过我若要来台湾佚佗吼，签证不是你北京签的呢？咦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想有道理无啊？佮第二嘛，我们台湾咧做生意吼，佮不是伫你北京批的呢？我只要嘛台湾即个只吼，贸易个先吼 ，LOC 开来就开来，吼对不对吼？哎，无经过你北京呢？啊，你干那讲叫我嘴讲台湾是你的，啊是要讲会通啊？对不？其他国家吼，拢差不多，好好好，你讲你也好啊。反正吼，我知影了啊。你怎么吼？伊英文叫我知道了，你讲你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得失掉伊啊，对不对？人加拿大就甲颠倒倒去啊。做明显就是讲，海南岛了，你也无叫我承认啦。迄就讲你的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免叫我承认啊！啊，台湾都唔是你的，你要叫我承认？对不对？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吼，我讲啊吼，今仔行啊一路来吼，坎坎坷坷，吼！你最后去年的五一零吼，迄个劫了吼，讲最后一劫，迄个劫过了后先吼，就行迄个大道，大道你知吼？吼、哦，对，最黑暗的，一直行到旧年的时候，是最黑暗的时间呐。一开始了，较近嘞，蛮露出曙光出来。一直看到美国最近哦，迄是即个媒体无啥报呢。美国是喏，已经是全面布置呢，唔是贸易方面呢，连军事都全部在布置。因为要以往哪一天呢？最坏的那一天呢？最糟糕的那一天呢？会来临，但不晓得是哪一天会来临，但必须一再准备。因为你如果你台湾家靠你台湾家，无啊美国，你台湾会沦陷的。因为内底个承担到咱中心讲话讲，为了五毛党啊，五块五角的一块拢有啊，对不对？还五毛党啊，啊，这就是哪呢？就是吃咱的，伫遮吃咱的红来米的，啊，这真苦哦。啊，所以我想美国做清楚，美国来咧等待哦那一天，啊，对咱呢，那是要配合那一天的来临。咱咧希望讲吼，唔免发生战争啦，代志就当解决。第一，咱的诉求，对不对？足简单的俩，配合美国的政策。所以目前。台湾所有的政治团体内底人吼，所有的哦，就为咱台湾就完全符合美国政策。所以恁在新的中心的时喏，来感觉安慰的是呢，因为美国一看，恁这团体哦内底后壁主流统一的，要含阿强的卿卿我我的啦，阿伟呢后壁主流独立的啦吼，对不对？而且团体内底都足复杂啊。啊！我美国要交恁的时，我较单纯，较单纯的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咱，
咱的诉求真简单呐、啊，无按迄边要卿卿我我，无要拥抱嘛。啊，咱这边袂当家己迄落啊，因为我讲话很无奈，无奈啥？台湾这个法律吼，就天生的啦，就是与生俱来就对了。就讲许多人，我生一个左囝吼，你袂当埋怨老母讲，你先来甲生做遐歹呢？哈？你也不甲学做什么白雪公主？吼、哦，我成个丑老鸭，啊，我多来与生俱来啊，不是恁母啊，要给生遐歹啊，啊，就生来就安尼啊，对不对？对不？无可奈何，台湾的法律就是安尼啊。二次大战老落来呢，就等于与生俱来。咱要清楚的，不是讲我个丑小鸭的是这名歹啊，但你要发些证明啊，证明就是到底咱的行为是安那。不是说我不要做美国人，我不要做日本人，我不要做中国人，不是这个问题嘛。我们是要求一个让我们正港身份，我们要走到国际社会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份就是怎样，没有国际的、哦、啊要怎样到尾出到国际。我们觉得那个北欧那一个国家，我们一个小姐型的时候，为了争取说要写台湾跟写中国的时候，含民国家在那边隔呢，哥哥搞不下心哦，因为移民署个先生无国籍，吼、哦，很怀疑个啊，无国籍咯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伊都怀疑不爱做中国人啊，啊，你讲啥台湾人袂使，啊，袂使，迄落不得无国籍啊。啊，其实咱这样子只能无国籍就对了，哦，啊，就嘛咱就清楚，这个国籍到底是咩那结果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，但咱一直在清楚中，中古辈呢一定有答案。美国你安那呢？你看袂晓含旅游性，啊无你就护照，但护照阁有一点矛盾啊。护照顶爱国家，啊咱毋是国家，啊无好用你美国个，但是领土还阁有迄个残余的价值，迄个主权还阁日本呐、啊，吼、哦、啊所以咱免想遐济。咱的话你我咧过你美国个身咯，你美国还身份好啊，阮到底身份咯会当行出国际安尼就 OK 啊，对不对？咱无要求啥？与生俱来的啦，咱无太多的要求啦。你讲讲丑小鸭，我要你为啥不给我白雪公主？啊，你无多啊。这是北部先生啊，你知吼？台湾目前的地位就是北部先生与生俱来的啦，吼、哦，唔免怨叹许大人啦，好不好？有时间搞啊，好，好，再见。